馬就係創投先鋒，兜到嚟最後二百啊，越放越順啊，醒目仔兩倍都拋嚟四五個馬位啊，進入第二位咧，佢哋換行威嚟嘅，第三開邊無限債咪都係爭呢個三重彩叫腳嘅啫，過終點嘅時候啊，醒目仔拋嚟五六個馬贏緊呢場賽事，醒目仔過終點贏馬，跑第二名咧就係無限讚美啊，第三名就滿堂威，第四名就誰愛武士啊。